到了，哇，好凉哦！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是精致客房啊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层楼啊，大概有30几间的客房，还算蛮多的哦。中间这一圈啊，它窗户的话就是对向中庭的部分，那在外圈这一圈啊，是对到这个，就是对到外面的市井的部分。我们这个房型是对外的啊。可以看到外面市井的部分，哇，累的，对不对？好滑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有小椅子跟小桌子，那这边有一个迷你的吧台，吧台部分就有综合的咖啡2包，还有这个高山乌龙茶，还有附2瓶的水啊。看一下冰箱，看一下。冰箱里面的话就空的啦，没有东西。电视好像是有4台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。OK， 电视的话是有4台的。来，这边的话就是有保险箱，然后还有一些衣架。我们看一下浴室的部分。饭店这边的话就有附一些基本的备品，大概牙刷还有梳子这些都有。你看它这个吹风机也是这种，就是要一直按着的这一种。这种风衣比较小，而且有时候吹头发要吹很久，手会蛮酸的。马桶的部分呢，这边的话是有这种免治马桶。那这边比较特别是饭店它有提供这种女性专用的沐浴乳、洗发乳，还有这边有男性专用的。这边就是自助洗衣房啊，这边就有4组的洗衣机跟烘衣机的部分，免费提供给住宿客使用的。住在这边很方便的，就是在饭店的这个门口出来嘛。你看，正对面的话就是草屯的这个公有零售市场，然后右边的话还有全联。所以住在这个福美大饭店，这边最方便就是它周围啊，楼下就是有很方便的这些生活机能，有面包店，有全联，然后有保雅，而且停车也很方便。饭店本身就有提供这个停车场，停车场如果是客满状态的话，它也我们车子也可以去停到对面的全联的停车场。所以在柜台的时候，他就会先给你一张卡片，理所当然是